很好笑。摆烂，以后叫你摆烂好了。反正你雷帕特玩的像，看起来像在摆烂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跟那个谁陈俊义打，真的，我们很猛，我们双排。啊，你有叫他陈俊义吗？没有啊。俊义，我现在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人都被我实名制了哦。吃博鱼，不知道跑去干嘛这么久。我就吃一个药好了，看你流鼻涕。等等，药效起来，我直接去睡。为什么会有惊叹号我啊？年轻小妹妹。可能是你要在新北啊？你在新北吗？跟我们就没有运动这个东西。我们这，看你有没有运动吗？我不知道好像有什么那个什么趣味竞赛哦。不是啊，重点是我校庆那一天，陈国涛聚餐那一天啊，同一天哦，哥们。3月18，对，都是3月18。有答对吗？没有。白烂，你们班有没有发育很好的？没有。乱讲，你是不是想失常？真的没有啊。那你们班女生最高多少？最高有没有170的？应该有